袁冰妍在片场听完导演讲戏后，便开始低头刷起手机放松，还不时将上面的内容分享给助理看，跟大家一起讨论。大概是没讨论出什么结果，袁冰妍直接打电话找人商量。之后他便讲着电话在周围走来走去，还不停比划着手势。虽然身边人来人往，但袁冰妍忙着聊天，完全没有在意。许久以后聊完事情，他才挂掉电话走到助理身边。见他们在研究剧本，袁冰妍回完消息后立即跟着讨论，接着把剧本拿过来看，也不知他问了句什么，助理随即表示都拍完了。袁冰妍也就没再多说，拿着剧本继续研究接下来要拍的戏份。过了一会儿，看现场工作人员终于活跃起来，似乎是拍摄就要开始，袁冰妍赶紧整理了一下刘海，然而等了半天也没动静，他望着远处发呆，看起来也是有些疲惫。这天都黑了，希望袁冰妍这一天的工作能尽快结束吧。